儿臣给母后请安。秦玉，我输了，最终还是斗不过你。今日这个结局，母后应该感到庆幸才是。您认为宇文逊对您忠心耿耿吗？他一心只想利用您，他只想为自己夺天下。若是今日他赢了，母后与川儿必将死于他手。 我大印江山要更朝换代，与北狄勾结，注定只能让百姓沦落于异族铁蹄之下。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。要杀就杀。谋反是不赦之罪，但您必定是朕的母后。 是父皇的正妻，朕不会杀你。你不要再跟我提起他。要不是当年他对你一心偏爱，远离我跟川儿，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您错了，父皇更疼爱的是川儿。如果更疼爱川儿。 为什么把皇位传给了你呢？他当时年纪还小，生性恬淡。我大印周边强国林立，战事不断。此时的他登基，对他和大印都不是好事。一旦国家危亡，他会成为大印的千古罪人。 性命难保，父皇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朕保住大印江山社稷，要朕保住母后与川儿一生平安喜乐。母后不知内情，朕无所怨言，但有一事，请母后相知。自朕登基以来。 一心为国家百姓安居乐业，却不曾有过一己私情。朕也想卸下重任，过过普通人的日子，所以朕会挑个日子下诏退位，把皇位还给川儿。这些年他成长了，朕相信他以后一定是个好人。 好了，走了，你们看着啊，注意点，下走。哎，现在一切真的结束了，真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纷争。是啊。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争斗纷扰，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！哎，你刚跟太后说了什么？朕和她说，朕想把皇位传给川儿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跟你长相厮守。好啊，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最漂亮，我都知道。 我们一个一个去游玩，然后想一个最漂亮的地方盖一座房子住下来，安安静静的生活。如果留在这儿生活，你会不会想你原来的世界？也会，不过我不后悔，因为有你的地方才是最美好的世界。
雕刻了时光，眼角热血呀。早就说过了，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之后，不但失去了运气加身，而且他还会被越来越多的厄运反噬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救活他。求求你救救他，他不能死啊！能救他的人只有你，是你的到来使他改变了一切，也只有你的离开才能让他继续做这个世界的主角，重新获得生的机会。让我想起曾为你忘掉的谁，想到他离开时的神态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痛彻心扉。我以为和你出双入对，就可以掩盖你心的角色。我以为清醒的就和不在，才是我最想要的生活。是比起这个，我更想让你活着。晴雨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把爱寄托下一个梦回，让我想起曾为你忘掉的谁，想到他离开时的神态，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痛彻心扉。过去的秦玉只是个君王，眼中只有正事，现在他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现在的他眼中有你。但眼下的每一口都是泪，我以为只要真心相对，就可以让你忘掉上一回。无论我如何配合你，都还不能相依。秦玉，你醒了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笔下恩怨，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。我也是，能够穿越过来遇见你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本来答应你要照顾你一辈子，睁开以后照顾好自己好吗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是作者，
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若是惊鸿一瞥，清风明月，与你许下云烟，情愿最后的结局还是由我来写吧。相无灭，往事恍若云烟，回眸之间，恨怨无休怨。若你一眼万年，苦不苟怨，只为我而留恋，爱恨重叠，阴晴悲欢，人不缺月圆，我便高举烈焰，燃尽烽烟。老师们，同学们，我宣布秦岩希望小学今天正式成立了。谢谢你们。淹没在城市之中，时光交错，氤氲捉弄眼前。杨老师，给签个名吧。熟悉的轮廓，别来无恙，你还好吗？泛红眼眶，笑着逞强。杨老师，回头张望，可以啊。和我们曾许过的愿望，谢谢严老师。放掉过往和曾经多荒唐的想象，今后时光若多漫长，岁月